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，也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。这位公主本该过着富足高贵的生活，但却在她17岁的年纪就香消玉损了。然而特别的是，她的墓葬规模非常高，堪比帝王。这里是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的北部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唐永泰公主墓。永泰公主墓是乾陵17座陪葬墓之一，同时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座被冠称为陵的唐代公主墓。永泰公主生前都经历了什么？她死后为什么会拥有这样一座高规格的墓葬？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窥究竟。杨老师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乾陵博物馆了哈。对，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呢是乾陵博物馆。乾陵博物馆呢，在1978年的时候呢，它是建在了永泰公主墓的遗址上了。嗯、这个公主墓它是乾陵脚下的17座陪葬墓之一。对，我们在这里呢是可以参观到1300多年前的一座原始的墓葬。来，我们这边请。我们呢在参观永泰公主墓之前呢，也想让您帮我们了解一下永泰公主她的生平是什么样的。好，像永泰公主啊，她名叫李仙慧，对，她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亲孙女，嗯，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。16岁的时候呢，她就结婚了，当时嫁给了武则天的娘家侄孙，就是魏王武延基。嗯，她在结婚的第二年1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关于公主的死因，目前是有两种说法的。一种呢是《墓志铭》里边记载，这个公主是死于难产。嗯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史书里边记载，公主当年是和她的哥哥，就旁边的懿德太子，还有丈夫，3个人在底下就是议论武则天晚年的私生活了。后来被武则天给知道之后呢，定为了谋反罪，杖杀在了河南洛阳了。对，当时他是埋葬在洛阳，因为武则天她执政的时候，都城是迁去了洛阳了。嗯，像这座墓葬呢，其实是武则天驾崩之后了，就是公主的父亲李显2次当皇帝了，嗯，才把她女儿的灵柩由洛阳迁来这边，陪葬在了乾陵了。对，现在我们要去到永泰公主墓的原始墓葬里边去参观，距离现在呢有1300多年了。好，我们这边。好的。杨老师，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了永泰公主的这个墓道了啊。是的。嗯，像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永泰公主墓的原始墓葬了，它是国家1960年到62年就考古发掘的，1965年的时候这个墓室正式对外开放了。它的全长呢是87米，最深处距离地面的垂直深度有17米深的，也是保持了原始的一个土洞、斜坡和砖室的结构。当时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，整个墓室里边都有那些大型的壁画，包括这两壁上都有。但是现在两壁上那些大型的壁画呢，已经连同墙皮被专家揭取下来，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库里边了。其实现在我们去陕西历史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壁画，专门有个壁画展已经对外展出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唐代墓葬的结构。我们进来之后呢，看到前方有这些拱形的，这个它是过洞，过洞就是陵墓里边象征性的一道大门。大门过来之后呢，就它象征性的院子了。我们下来之后再看一下。来，我们这边。那杨老师，其实这个两边的话，当时出土的时候都是有壁画的。对，整个墓室里边都有壁画，包括这个过洞的上面全都有壁画的。好的。我们下来之后看到过洞与过洞中间，我们头顶呢有方形的缺口，这个被称为是天井，相当的就是一重院落。嗯，其实在唐代的墓葬里边，就是过洞和天井的数量越多，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就是越高的，门多宅深的意思。这里边呢一共是有5个过洞，6个天井。6个天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两边，
我们看到还有亮灯的小房间，这个叫做便房，也叫小龛，它相当的就是古代庭院两边的小厢房了，作用就放置墓主人陪葬品的地方。像它里边主要放就唐三彩啊、彩绘，就烧制的一些陶器。我们看到这里边也全都是珍品文物。珍品文物，对，这里边一共是有8个便房，当年出土文物的话有1000多件，大部分都是以陶器为主。像前边4个便房里边放着都是一些人物俑，比如说男子俑呀、女子俑和女子骑马俑这些。后边的4个便房里边放着都是一些生活器皿的。对，都不同哈。对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现在只要是我们能下到地底下的这个墓葬，它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已经被盗过了。为了抢救性发掘，所以这个地宫才是对外开放了。对，我们都一般都是讲抢救性发掘哈，不主动发掘。对对对，嗯。我们看到这个上边是也是有纹样哈。对，这个上面也会有一些壁画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是后来临摹的，等会儿我们去到甬道顶部那上边有原始的壁画，等一会儿我们能看到的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我们继续往地下走。其实当年发掘这个墓葬的时候，这个墓葬它一半是空心的，一半是实心的。就我们看到前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分界处了，当时前面是用砖给它隔开的。就我们走过的地方，就当时他们建好了之后，这里整个用土都是给回填的，就是封住了。这个是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呢，根据原样把那些松土清理出去，就恢复成一个原始地宫的样子了。但是等会儿我们进入到的这个里边，当年就是空的原样，没有动过了。好，我们这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墓葬的一个空心处的位置，这就是前甬道。我们进入甬道之后，您看到脚底下的这个砖，这个是唐代的砖，已经有1300多年了。对，不仅这个砖是唐代的，您再抬头看一下，这个顶部的这个壁画，这个也是原始的壁画。我们看这个正方形，它画的是牡丹花，也是宝相花，代表的是国泰民安的意思。你看底下这里有长方形的这个花纹呢，它是海石榴纹，代表就是多子多孙的意思了。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啊，这个墓葬不是被盗过了吗？您看到前边这个地方，它就是那一处盗洞口。盗洞口。对，嗯，这个砖封起来的地方就是盗洞口，它距离地面呢15米深的。当年在这个洞口的底下，专家有发现一具尸骨，尸骨的头是朝下的，旁边散落这些金银珠宝，还有一把铁斧，推测很有可能当时的盗墓者其内讧了。后来根据那个铁斧上面的斧锈来判断呢，就这座墓葬被盗的时间就是在唐代末年的时候，就是墓葬建好之后呢，有个300年的时间就已经被盗过了。盗了。对，因为每一个朝代的末期是盗墓的最佳时间，那个时候就没有守墓人了，都是非常的乱，而且唐朝都是把当时的修墓工匠给放走了，不像秦朝和汉朝的时候让那些人要殉葬的，所以唐墓的话基本都是已经被盗过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盗墓贼他不仅是非常可恨，而且他也非常可悲哈。那杨老师，我发现就是这个两边有一个孔洞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对，这两个小孔啊，它原本呢是安装有一扇木质的门，就是木头做的那个门，但那个门到现在已经腐朽了。像这个木门呢，是现在就是实质性的第一道门。你像前面的过洞的话，都只是象征性的大门，这个就是实质性的第一道门，墓葬里边的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往里边走。这个当时两边也是上面，包括上面都是壁画。对，整个上面都有壁画，这就是等于是一个走廊嘛，就是一个前甬道，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走廊这个样子。对，我看再往前走，我看到了，有这个壁画。再往前走的话，我们就来到了墓葬的一个前墓室。前墓室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会客厅是一样的。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一下前墓室这个结构。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呢是上圆下方，因为古人的宇宙观嘛，就是天圆地方的。您再看一下这个前墓室东西两壁上画的壁画，都是一些宫女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壁画里边就能了解到了唐代女人的特点，她们都是柳叶眉、丹凤眼、樱桃小嘴，都是以胖为美的。对，其实在这些宫女里边呢，有一位宫女的形象最漂亮，您来看一下这幅壁画。她的倒数第四位，就身穿绿长裙，对，手端高脚杯的这位宫女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她的站姿，她的站姿呈一个反 S 型的，她手里边端的这个杯子是当时别的国家进贡给唐王朝的琉璃器皿，就玻璃器皿，里边的黑色液体就是葡萄美酒。
而且呢，它端杯的这个高度是不高不低，就恰到好处了。我们想一下，如果这个杯子就高一点，就会挡到她的脸颊了；低一点就显得比较懒散。像这位宫女呢，被咱们中国学者评为是最佳神态、最佳姿态美，被外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美人的形象了。您再看这些宫女，她们手上拿的有不同的这个物件。您看到这边有这个盘子、蜡烛、方盒、团扇、高脚杯、拂尘等等。根据她们手上拿这个物件，我们推测呢，她们很有可能就是夜间服侍公主就寝的一组服务性的队伍了。嗯，像这些壁画都是反映当时宫廷生活的一种场景的。对。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刻画的这个表情都是非常的自信，对，嗯。但您看他们每个人头上梳的这个发髻，都不一样的。对，古代人就根据他们头上梳的这个发髻来区分他们进宫时间的长短，也就是他们的年纪。像他们刚入宫的时候啊，就第三位头梳的这个叫双髻，我们看有两个揪揪，也叫丫髻，叫丫鬟的丫上面那两点儿。进宫有一段时间，她头梳就第二位了。我们看第二位的这个宫女呢，她头这个是螺旋髻，就螺旋状的。进宫时间最久、年龄最长的就第一位宫女，对，她头梳的这个叫高髻。我们看到梳高髻的这位宫女站在整支队伍的一个最前边，而且她手里边什么都没有拿，她就相当于队伍的一个领班呀，一个领队这个样子。其实，在前幕是有四幅这种宫女图的。我们看最后边这个宫女都是女扮男装，因为武则天执政之后呢，女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有所提高了。前幕室的话我们就参观到这儿了，现在我们进去里边去参观后幕室。来，咱们这边。好的。在进入后幕室之前，我们看到这个石门，这个它是原始的石门，上边有道明显的裂缝，就是被当时的盗墓者给破坏了。因为盗墓者他很聪明，他知道石门的里边有机关，所以不敢走底下的正门，把上面破坏之后钻进去，才能盗取里边的金银珠宝的。这个石门比较低，我们等会儿进的时候小心点，别碰头。来，底下门槛更小心一点。好的，老师您小心。这个就是墓葬的一个后甬道，包括这个顶部当年上面都有壁画，它是祥云瑞鹤的图案，仙鹤。古人在去世的时候呢，有这个驾鹤仙游、瑶池赴宴的这种传说了。好，我们往这边啊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地宫的最里边，这个就是后母室了。像前边是客厅，这里等于就是卧室。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距离地面将近有17米深，它地表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土堆，等于我们就下到了土堆的最底下来参观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面前这个大型的高级葬具，这个叫石椁，椁它就是棺材的外套，作用就是保护里边的棺材的。我们经常会听到金棺银椁这个词，金棺银椁它基本是皇帝来用的。对，这边这个属于是木棺石椁，它外边的这个椁的话是石头做的，很重，差不多是有40吨重的。它呢是由34块石板在这里边给拼装起来的、拼起来的。对，是拼起来的、一块石板约重有1.1吨。像当时呢，盗墓者就把石椁最前面顶部，您看第一块石板是撬开了一道45公分的裂缝，就一个人可以钻进去。所以当时清理的时候，它里边放的那些金银珠宝都被盗走了。里边有棺材，那个棺材是木头做，到现在1000多年了，已经腐朽了。这个里边的尸骨残骸的话，现在已经放在别的地方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边看到的这个石椁是原件，但它的里边整个都是空的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有兴趣您走进会发现这个石椁的上面都有一些雕刻。对，这种叫线刻画，就是用刀子在石头上面去作画，也就是绘画和雕刻的一种混合体。我们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，因为当时要求工匠都是一气呵成的。我们看顶部的雕刻非常明显，是那种瓦当屋檐。您再看旁边这个竖条的，这个就相当是墓主人的窗户，包括那边也是窗户。它的大门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它的底下，您仔细看是有门环，两边是有两位宫女相向而立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石椁呢，它就像是墓主人的房子，里边的棺材等于就是它的床榻了。所以我们说古人崇尚视死如是生，对，是按照视死如是生的一个葬仪来修建的。像这个后墓室的顶部，它当时上面有天体图，因为上面代表着天空嘛，就是太阳月亮那些，
您看到顶部有许多小白色的圆点，这个代表就是星星，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白色的这个带子，这个就是银河。放石果的这边是西边，您看西边那边是有月亮的，月亮里边画的是桂花树和蟾蜍，代表就是长寿的意思。在月亮的对面，这个就是太阳了。这个天体图是原始的，最开始的颜色接近于黑色，但到现在基本都是氧化了，因为这个天体图是原始的。好，这个永泰宫主墓的基本情况的话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好的。刚才我们参观的是永泰宫主墓的原始墓葬，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墓葬里边出土的一些精品文物，就是乾陵文物精品展。这个展厅里边它分为五个部分，是有这个唐三彩、彩绘陶、金银杂器、石刻线画和桃木壁画来组成的。来，我们这边。那杨老师，咱们现在是来到了乾陵文物的精品展了哈。对。那么咱们现在展出的这些精品文物是从这个永泰宫主墓出土的吗？它不全是，因为我们要知道乾陵的话，它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，在它的脚下，其实东南方呈扇形分布有17座陪葬墓的。我们国家是先后是开挖了5座，现在对外开放了3座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分别是我们刚才参观的唐永泰公主墓，还有唐懿德太子墓和唐章怀太子墓。这个展厅就把这几座陪葬墓出土的精品文物集中在这一块来展出了。对，其实我们进来之后呢，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这都属于是唐三彩，它呢是烧制的一种陶器。唐三彩的烧制温度一般是在800摄氏度左右，而且是烧制了2次，身上的颜色只有3种，而且是自然留釉的效果。我们看这个颜色呢，它有黄绿白或者是黄绿者为主的。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唐三彩的生活器皿，这些它都是按照一定比例缩小之后就陪葬在墓葬里边了，就供墓主人死后在阴间来用的。所以它不是食用器，它是一个陪葬的一个器物。对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件小的漏勺，我们看到漏勺的底下是有小孔，当时呢他是把那个揉好的面团放在漏勺的里边，通过挤压出面，就像我们现在吃的饸饹面差不多。您再看图片上这边有一件三彩的熨斗，这个熨斗现在已经临时外展了。我们看这个熨斗特别像我们今天用的平底锅，对，当时它是铜制的或者是铁制的，就把那个烧红的木炭或者加热的热水放在熨斗的里边，就是以增加温度来熨烫衣服的。其实这个熨斗在唐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，但它不是用来熨衣服的，它是一种刑具，就刨落的一种刑具，在唐朝的时候呢才开始正式的熨烫衣服了。所以说我们说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啊。对，当时熨烫衣服也是有2种，一种是把褶皱烫平，另外一种呢就是烫住褶皱。你像唐代的时候呢就有了百褶裘了。您再看一下这个门的两边，这是2件天王俑，叫武士俑，它放在墓葬里边其实起到的是一个警示的作用了。您看这个武士的脚底下踩的是一只鬼怪，这个鬼怪做俯卧状，其实意思就是说呢，有这个天王镇守地宫了，如果有谁胆敢来盗掘墓葬，就同这只怪兽一样被踩在脚底下，勇士就不得翻身了。其实和这个天王俑作用一样的，还有接下来我们在后边看到这2件镇墓兽，来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哈。它的样子也是很威严哈。对，这个镇墓兽呢，它学名辟邪，是古代墓葬中的陪葬品。你像唐代的镇墓兽呢，一般都是多做蹲状的，它是分为了2种，一种是人面兽身，另外一种是兽面兽身。像您看到这一件，这个就是人面兽身，
人面底下马蹄，您再看旁边的这一件就兽面兽身了，龙头底下鹰爪，他们通常就和那个天王俑放在前后墓室的两侧，就是用来吓唬这个盗墓者的。但很遗憾啊，没有吓唬住。虽然有他们，但是前天周边这十七座陪葬墓都被盗了，而且盗墓手法是一样的，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了。所以说，盗墓贼是非常可恨哈。对，嗯。那么我们刚刚看的这个镇墓兽，它是哪一个墓出土的呢？这个是从那个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。哦、对，章怀太子墓。嗯，对。在这边看到都是一些胡人的形象。其实唐朝啊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了，当时呢这些胡人都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的。什么是胡人？就当时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统称为是胡人。唐朝当时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，特别是在武则天和李治统治时期呢，与70多个国家都友好往来的。你像这些胡人当时来到唐朝之后呢，是可以从事各行各业，来这边不仅可以经商，因为大部分是经商的，他们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和汉人通婚，更甚至都可以在唐朝去做官。所以唐朝的昌盛呢和他们大胆任用胡人将领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这些就是一些胡人的形象了。在他旁边您看到这是一件贴花马，我们先来看这个马的体型，您看到这个马呢，它是马头小，身体非常的圆润，后边的尾巴又比较短，它是属于当时伊兰马的体型。伊兰马产于今天的伊朗，所以这些马它也是进贡过来的。它的尾巴比较短的，因为唐代的时候啊比较流行扎马尾，您看到后边尾巴被扎起来了，有点像马尾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为了美观的。你像仪仗队中的马的话，它的尾巴基本都是会被扎起来了。你再看这匹马身上装饰特别多，包括它头部都有装饰。对，它身上有马鞍，马鞍的底下一般是有马镫的，但是我们看到这匹马它底下没有，因为它不是一匹实战马，不会去参加战争的，它是宫廷里边那种仪仗马。仪仗马当时的级别是非常高的，它高到什么程度啊？就当时一匹仪仗马一年的食俸，相当的就是一个朝廷三品官员一年的俸禄了。就古人拥有一匹好的马，就像我们现在拥有一辆好的车是一样，就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了。看完这匹马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两件俑。这边两件俑，一件是武官俑，一件是文臣俑。展出的目的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他们两位身上穿的这个服饰啊，头上戴的帽子，脚底下穿的鞋都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武官俑，这个就是武官俑，他身穿的是宽袖的短袍，脚穿皮靴，这个是为了便于作战的。他头上戴着一个帽子叫鹤帽，您看到帽子上面有只小鸟，对，这只鸟的叫做鹤，也叫做鹤鸡。它呢是一只勇猛好斗、不畏生死的鸟，放在武官的帽子上的，寓意的就长胜将军的意思了。您看旁边这个就是文臣俑了，对，他身穿的是宽袖的长袍，脚底下穿的是云头如意履。头上戴的这个叫三梁进德冠，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创制的，它是以前面这个竖着的官梁竖来区分等级。一般皇帝呢戴的是七梁，王他戴的是五梁，三品以上的桂冠就像这种三梁。像我们看到这两件俑啊，是多次代表中国去国外展出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俑身上呢，也是看出了这个唐代人他们当时的服装是什么样子的。对对对，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边是关中唐时巴陵的一个分布图。像人们经常会说江南的才子，山东的将，陕西黄土是埋皇上的。陕西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因为这边毕竟经历了一个13朝的一个古都，这边有各代的帝王陵墓的就有72座的。我们看到唐王朝它是从公元的618年就建国了，到公元的907年灭亡，统治中原大地是290年的。在290年当中，它包括武则天就改唐为周的一朝在内，总共我们看到是有21位皇帝在位的。这些皇帝驾崩之后呢，除了最后的两位皇帝葬在别处了，剩下的19位都埋葬在陕西境内。但是我们看到它又称为是唐时巴陵，因为乾陵很特别，里边是两位皇帝，一位是唐高宗李治，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他们两个的身份也比较特殊，是一对夫妻。但武则天后来把唐朝改为了周朝，自己是做了大周就15年的女皇，所以乾陵里边其实埋葬的就是一对夫妻，两朝皇帝了。对，
像这种就是埋葬的特殊性，在中国甚至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像在这唐十八陵里边，只有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乾陵是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成功过的，像剩下的十七座帝陵都被盗了。你像这个乾陵，它是最西边的，最东边那个是蒲城的泰陵，泰陵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。对，这个从东到西的直线距离是150多公里的，跨在了6个县，分别是乾县、礼泉、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蒲城，从东到西的直线距离是150多公里的。你像唐朝的开朝皇帝是高祖李渊，李渊他是埋葬在了这个三原县的县陵里边。第二位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，李世民是在隔壁礼泉县的昭陵里边埋着。下来就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乾陵。像我们刚刚参观的永泰公主的父亲，就唐中宗李显，后边不是做皇帝了吗？李显的墓葬是在富平的定陵。您像这个蒲城乔陵里边埋葬就唐睿宗李旦，就是唐明皇的父亲。你像武则天有四个儿子，老大是李弘，老二呢是张怀太子李贤，老三是后边当了皇帝的唐中宗李显，老四是唐睿宗李旦。对，好，这个唐十八陵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了啊。在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是金银杂器，您像这个陪葬墓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就被盗了，所以出土的金银玉件的话数量就非常少。您在这边看到有几件小的金花，透过这个放大镜可以看到小金花它纯金制作，两面光平的，它应该是那个几件或者一件金饰品上遗留下来的残片了，都不完整的。它的这个制作非常的精细哈。对，嗯，您看旁边这个就是鎏金的马，是鎏金，就我们现代人所说的镀金。嗯，您刚才看到那个贴花马身上的装饰原物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中间小孔是镶嵌宝石的。对，旁边这边有三件玉器，有一件已经临时外展了，它是羊脂玉，是和田玉，白玉里边的极品，出土于我们刚刚参观的永泰公主墓的。因为永泰公主的父亲中宗李显这个人特别的喜爱收藏玉件，他把这三件汉代的传世玉给他女儿陪葬了，算是对他女儿那种破格的厚葬了。对，那这个玉是什么作用呢？是它是装饰还是？都是装饰，它都是装饰。装饰，对。嗯，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些彩绘陶，我们看到这个彩绘的话它比唐三彩要早，它的表面没有施釉，所以颜色就比较容易脱落了。对，这边是一组女子骑马俑，其实中国古代女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但是到武则天执政之后呢，女人可以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的社会活动了。当时别说女人骑马了，女人那个时候都能做官啊，比如说咱们所熟知的这个上官婉儿，就当是一个女官嘛，一个女宰相的形象。对，像当时武则天都可以统治了，你像武则天做了女皇了。您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件两件这个贴金彩绘铠甲骑马武士俑，这个是出土于懿德太子墓的。我们看到这个武士的身上穿有铠甲，马的身上他也穿有铠甲，并且马面是贴金的，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。对，他们被称为是原始的坦克，在当时是一支精锐部队，是战无不胜的。对，就是不仅人身上有盔甲，这个马身上也会装饰盔甲。嗯，这边呢是一些乐俑，我们看他们手上拿这个乐器有笛子呀、排箫这些啊，嗯，像我们现代人也都在使用这些乐器了。接下来我们在这边看到，这边是有五枚木俑。这个木俑呢，它是采用柏木制作而成的。柏木，对，它的内部是空心的，非常轻，轻到什么程度？就放在手心的重量的，就像是一张16开纸的重量差不多了。我发现这个柏木，因为是从木里面挖掘出来的，它也没有腐朽掉。对，这算是我们这里边出土文物的一组奇迹了。对。那杨老师，那一般这个墓室里面都会出土这个墓志铭，咱们的这个永泰公主墓应该也出土墓志铭了吧？对，它也有墓志铭，像您在这边看到就墓志铭了。嗯，墓志铭的主要作用就记述墓主人的生平事迹了。您像前面这个是墓志铭的制盖，这边是制底，就当年这个盖它是盖在底的上边的，这个就制盖上面9个篆体大字，它是一个拓片啊，我们看它写的是
大唐故永泰公主之名，就说明这大唐亡故的公主她是永泰的墓葬了。永泰呢，就这公主的封号，就是永保安泰的意思了。底下的这个就是制底，您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制底上的字就更多了。这个是用了1000余字的楷书刻上去的铭文，这个铭文里边对公主的死因是另外一种记载，它里边写一句话，写的是珠胎毁月，珠胎就珍贵胎儿的意思，月就是怀孕的母亲，它这里写的是珍贵胎儿毁掉了自己的母亲，就暗喻出这个公主是死于难产的。因为当时其实古人在撰写这个墓志铭的时候，它是有非常多的忌讳，为亲者讳、长者讳和尊者讳，就和这些人有关系的死因是不可以出现在墓志铭里边的。好像当时撰写这个墓志铭的作者也是迫于当时一个社会的压力了，他是没有把公主真正的死因写在里边，专家是比较倾向于公主被武则天杖杀的这种可能性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墓志的出土也就证明了这个史料的记载的一个缺陷哈。对，那我们看到这里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墓葬里边的石椁的一个复原。对，这是一个剖面模型。咱们在公主墓里边看到那个是原件，这个等于是复制品，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清楚的看到石椁这个内部结构了。我们看到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，因为之前里边放着两具棺材，说它同椁但是不同棺。刚才我们在地宫里边看到那个石椁的外壁有那种线刻画，您再看一下石椁的内壁上同样也刻有，加起来就有40幅，它的题材大部分都是以花鸟纹饰呀、人物造型为主的。对，看完这个线刻画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展厅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唐墓壁画展。您在这边可以看到有4幅壁画，它们都是出土于同一个地方，是章怀太子墓的。当然这边这几幅壁画都是后来临摹的，真迹壁画同样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那个壁画库里边了。今天我们着重来了解前面这两幅完整的壁画，因为后边两幅只是一个截图。您看到啊，这第一幅壁画呢是刻史图，它反映的是唐朝一个外交的场面了。这个图中描绘的是6位人物的形象，您看前面3位他们身穿唐朝统一的官服，他们就是唐朝鸿胪寺的官员，主要负责就接待来访的使臣，相当于今天就是外交官的职责是一样的了。您看后边这3位呢，他们身穿不同的服饰，表现毕恭毕敬，就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使臣。像第一位身着紫袍、环发秃顶、深目高鼻的这个人，他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，就今天土耳其的一位使者。中间的这位哈，头戴鸟羽冠，身穿长白袍，他呢是来自于朝鲜半岛，就今天韩国的一位使者。您看最后边这一位，头戴的是护耳皮帽，身穿的是毛皮服饰，他很有可能是来自我国东北寒冷地带的少数民族部落了。我们刚才有提到过，唐王朝当时非常的强大，同世界上的300多国家和地区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了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第二幅壁画。第二幅壁画，这个是观鸟捕蝉图，图中描绘的是3位宫女的形象，其实它描绘的是3个不同年龄阶段就宫女的样子了。像中间的这位宫女，她的年纪是最小的，我们看到她投出的是最小的双髻，眼神专注，轻甩衣袖，正欲扑打树上一只小的秋蝉，可能她刚入宫嘛，就显得是比较无忧无虑了。对，像她身后的这位宫女年纪就稍微大一点，您看到他正在抬头观望天中飞翔的小鸟，可能他的内心非常渴望自己可以同小鸟一样飞出宫去，就可以自由自在的。我们再看画面最前边的这位宫女，很显然了，她的年纪就是最大的，您看到她是对目光呆滞，若有所思，双臂交锁，应该正在思念宫墙之外的亲人了。非常的形象生动哈。对，其实整幅画面作者虽然描绘的是3位宫女，可能他所想表达的是1位宫女她的一生了，从刚入宫的无忧无虑，到渴望出宫的自由，最后再到希望磨灭的一个心路历程了。我们看画面里边没有出现围墙，但它却起到了一个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了。
这个乾陵博物馆的基本情况的话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了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杨老师精彩的讲解哈。我们刚才逛了一圈这个馆，包括去了这个永泰公主墓，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精美的文物啊，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包括这个非常精美的壁画，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非常鲜活的唐代生活哈。对，唐朝当时非常盛世嘛。 对，这也为我们研究不管是唐代他们的社会风貌也好，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物例证了哈。对，好的，非常感谢您，也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